Hello， 各位玩家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陆。今天大陆姐继续为大家介绍六月份值得玩的手机游戏，其中就有射击、策略、模拟、冒险等等各种类型，还有由大厂推出、长端游 IP 的游戏，改编自著名动漫 IP 的 RPG 游戏，和乐高迷一定都会喜欢的创意搭建游戏等等，这其中应该会有适合你喜好的游戏哦。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游戏有哪些特色吧。全境封锁是育碧在2016年刚推出没多久就受到玩家们热烈追捧的射击类端游，而现在以这个 IP 所制作的全新力作全境封锁曙光也开启测试啦。这款新作在保留了核心机制的同时加入了全新要素，这次你同样会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自由探索，并跟随新的剧情线，以新增的职业和派系与不同的势力展开对抗，同时游戏的品质也能媲美其他3A级大作。战斗的部分依然是围绕着掩体所展开，大陆自己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发现要如何在不同的敌人和环境下选择适合的掩体其实蛮讲究的，而大陆最喜欢做的就是找一个敌人没办法攻击到你，但你却能够尽情对敌人进行攻击的角度，也是大陆无论是在单人或多人副本还是在暗区里与其他玩家进行 PVP 的时候所体验到的其中一个乐趣。另外套装的玩法也是相当好玩的一个部分，例如像大陆这些不喜欢一直等待技能冷却时间的人，可以借由配出一套专门减低冷却时间的配装，就能让你使用技能一时爽，一直使用一直爽，对吧？再加上各种外观和特效，让你成为全场最耀眼的存在，也希望到时候游戏上线时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游戏正式上线那一天的到来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黑色五叶草》这部动漫呢？这部作品从2015年在周刊少年 Jump 连载时就有着不小的人气，现在也终于制作成手游《黑色五叶草 M》啦。就算是手机游戏都好，整体的品质也是非常优秀的，不会比一些 PC 端或主机的游戏差。那么这次玩家将会在原作的魔法世界中与雅斯蒂和好友优诺去竞争魔法帝的宝座，玩法则是大家熟悉的回合制战斗，玩家可以组建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利用一些策略来体验快节奏和华丽的战斗，同时加入魔法骑士团去回味经典的剧情和场景。虽然游戏不是采用了开放世界的设定，不过你却可以充分感受到精美的黑色四叶草世界，可以尝试探索和钓鱼等丰富的玩法内容，喜欢黑色五叶草的玩家就不要错过啦。去年10月在 PC 和家用主机推出的游戏《乐高积木传说》现在终于推出了手机版本啦，玩家同样需要以各种创意来进行搭建，利用你的想象力来解开各种谜题，而目的就是为了要和机器人伙伴拉斯蒂一起帮助祖父重建这个破碎的游乐园。那么玩家可以去到像是丛林、沙漠、城市、岛屿和城堡这些美丽的地方游走寻找灵感，同时帮助那些 NPC 来获得幸福水晶，而幸福水晶是重建乐园的神秘设备所需的能量。那玩家要做的就是利用各种乐高来想办法盖出各式各样的建筑和设施，并透过自由组合来打造出专属的游乐园。感兴趣的话就来到这个乐高世界探索吧。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想要做些什么呢？好奇的话就来尝试这款游戏《重返未来1999》吧。这是一款策略卡牌类的游戏，背景设在一个人类与神秘学家共存的世界，玩家将扮演一个神秘学家组织的成员，因为一些原因去寻找隐藏在1999年的真相。不得不说游戏的角色都相当有趣，为了符合游戏的英文风格采用了英文配音，结合了神秘学、穿越、亚文化等等的元素。战斗的玩法则是以回合制卡牌为主，可以拖拽右下角的卡牌进行组合或攻击，也有自动战斗和四倍速的选项方便刷体力。除此之外，游戏没有装武器和出卡券等设置，对于平民玩家们来说算是减少了一点氪金的需求。感兴趣的话就来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时空冒险吧。
燥热 MOBA 是 Steam 移植过来的游戏作品，虽然它是一款射击游戏，但其实它融入了非常创新的元素。一般的射击游戏都是以快速反应能力为主，但在燥热 MOBA 中，比起精准的射击和敏捷的闪避能力，其实更考验的是你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因为本作主打时间操控的设定，也就是说你可以控制时间，只要你不动，时间就会暂停，快速移动的话，时间也会加速，所以你需要观察敌人的位置和动作，预测他们在接下来的一秒会做什么，在思考要如何更有效地进行闪躲和攻击。所以比起射击玩法，它更像是一款策略游戏，只要你掌握了操控时间的秘诀，你也能像骇客任务里的尼奥一样帅气哦。奥数谷是一款像素风格的开放世界 RPG 游戏，在游戏中你将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而踏上了冒险之旅，寻找传说中的失落宝藏。路途中你将会邂逅性格各异的 NPC， 完成任务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好感度，这样他们或许会在旅途中给予帮助哦。当然在你的冒险途中免不了会遇上各种野怪和敌人，所以你需要时刻准备好战斗，穿戴更强大的装备和武器，制造强力药水或烹饪可以获得不同增益效果的美食，有时候也需要前往洞穴或地牢探索，打败Boss 就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奖励。如果你喜欢单机动作 RPG 游戏的话，可以直接入手试玩这款作品，相信你也能在手机上获得很好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哦。每天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想玩点刺激无厘头的游戏吗？那么就不要错过这款非常普通的鹿未来篇啦。本作是一款 Steam 移植的游戏作品，讲述你为了拯救一只鹿而遇上了事故，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鹿，那还等什么呢？赶紧疯狂起来吧。所以游戏中你将可以做一只普通的鹿，在这座开放的城市中自由探索，破坏城市里的建设以增加经验值，捡起武器或驾驶机甲进行破坏，又或者修筑你的肌肉提升能力。当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后，动物警察就出现，打败他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另外在场景中有很多隐藏玩法等待你去探索，在这次的未来篇中也新增了可解锁的内容，喜欢魔性沙雕模拟游戏的玩家就不要错过啦。All Cars Crash 是一款写实画风的汽车碰撞模拟游戏，在游戏中你将来到一座大型汽车游乐场，可以自由地挑战场景中的各种设施，利用你的操作技巧完美地通过每个挑战，而且不同车辆的操作难度都不一样，通过完成挑战也可以解锁到自己喜欢的车辆。另外本作也模仿了现实中汽车的物理碰撞效果，还有汽车的毁坏程度，甚至车门也会被撞飞。说真的，这样看着其实也非常解压。玩法方面就是通过完成挑战来获得奖励，然后就可以购买或升级现有的车辆，借着再挑战其他更高难度的项目。你是否有信心通过这些挑战成为专业选手呢？是的话，就来游戏中挑战看看吧。宝石机 Reincarnation 是款可爱的 3D 放置 RPG 游戏，玩家将会与各种宝石机一起战斗和成长。宝石机指的就是以宝石为名的少女们，每个少女都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个性，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组成专属队伍。除此之外，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豪华的声优为他们配音等等，喜欢的话也能为他们换上各种衣装。战斗方面则采用了 3D 放置的玩法，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收集强化素材，也可以参与各种活动和挑战来获得丰富的奖励。与其他玩家交流和竞技也是游戏的特色之一哦。想要与宝石机少女一起冒险的话，就来到游戏中拯救被魔晶威胁的世界吧。神秘遗物是怪物弹珠系列的游戏新作，也是一款主打团体合作解谜的冒险游戏。故事讲述你在一个充满绿意的城市废墟中醒来，在一番了解后得知这里被称为难，是一个被人类遗弃的世界。这样的背景听起来是否让你想起了日漫紧急之国的闯关者呢？没错，本作也邀请了该作者麻生与吕来进行故事监修。不仅如此，解谜的部分也是跟多个知名工作室一同制作的，应该可以让喜欢解谜的玩家感到满意。而本作是以最多四人组队通关，
关，在打倒关卡终极人的同时，也需要协力完成一系列的解谜任务。当然，作为怪物弹珠系列的作品，大家也能在游戏中看到多个熟悉的角色，也可以为他们进行角色养成哦。喜欢合作解谜的玩家可以试玩看看。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这期所推荐的游戏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准，相信应该都能为大家带来一些乐趣，也希望各位都能在这里找到喜欢的游戏哦。最后，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祝各位游戏愉快。